您是否知道星梦邮轮现在可以在网上预先办理登船手续，令你登船当天的手续更为简单快捷？成功预定航程后，您可以在航行日期的90天至72小时之前，登入以下网址，办理网上登船手续，填写相关资料，然后上传您的旅行证件，就是这么简单。递交之后，您将会收到一个二维码，于登船日只需前往自助登船专柜。扫一扫二维码，您的房卡就准备好了，全家大小一起出游就是这么方便。现在你只需准备好心情，度过一个轻松愉快的海上旅程。